玩这个。这个有空玩了、啊，我先破这个，我先破这个坏鼻子。啊，有空一定会玩啊！有四片吗、啊？这个有四片吗、啊？我打开里面就一片啊。它这个应该是已经新版的吧？以前的光碟容量比较小，这个还是那个哎、欸，腐十五级珍藏价 NT 399元，产品内容物光碟一片，简易操作 DM 一张，就这样。硬体空间1 GB 以上，记忆体64 MB 以上。作业系统 Windows 98以上都可以玩，支援 DirectX 8.1 就可以玩了。啊，我们先来过一下这个，我看一下上一次我们是这一群玩家之前玩的嘛，手下的一个岛，升上将有，哇，升上将有17块哦。看一下我们可以去哪里。哦，已经要过一天了，怎么这个几个岛都没有了？我怎么快被淹死了？哦，赶快赶快前进前进前进，有档案你上传到云端吧，上一次是有人上传到云端补给我才能玩的，不然我其实我三代好像也跑不太了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啊，盾兵啊，没办法，老光碟了，光碟留着收藏用啊。开扁，这种光碟再过个20年，价值连城了吧？哎，怎么弓箭手啊？没有光碟机怎么办？光碟机可以去买啊。光碟机，光碟机那种外插的不难买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一关的敌人是不是有点多啊？冲啊！那个敌人如果看到长枪兵，他们还会停一下，会怕。镜头，镜头，今天休息了，明天再让他上场啊。我们补上一些档案之后，明天再让他们回来。嘿嘿嘿嘿，怎么有人快被弄死了？好，最后，哦哦哦哦哦，这么多！看来要准备用阵地级了。阵地级，啊哒！骑射，漂亮！今天玩手游版那个味道不太对啊，我们明天玩 PC 版。这是什么？嘎逼！一个回合可以部署两次，哎，部署两次哦，给弓箭手用好了，装备强化，哇，精英弓箭手，
弓箭手可以再上场一次，不过一个人要守这座岛可能难度有点高。看一下这座岛长怎样。嗯，奥斯卡可以先休息吧。这岛长这样哦。哎，好像怪怪的，好像怪怪的。放一下，放一下，放一下，放一下。嗯？怎么会不打到了呢？有哎，精英弓箭手强化有感哎。那应该算是相当有感的。哇，快躲啊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捅他，捅他，捅他！七色。很怪，很怪，这个地形不知为啥很怪，很难打。意外的不怎么好处理耶。敌人在哪里呀？嗯，我勒个乖乖，哪一家太怕？哇，还好钱都有拿到，哇，一个人直接教训他们呢。蹦地舵可以啊，我看看，去斯卡格尔救人好了。哦，这个岛应该是不难守了吧？大概，嗯，我看一下，要到这边要怎么走？哇，要到这边一定要强制这样绕，只有一个开口哎。哦，都先躲到山上。这张图，枪兵应该是蛮舒服的。哦，枪兵会被弓箭手射的白痴啊！冲啊！怎么可能对面的这么准啊？我怎么又少两只了？下塔上打掉我两只是啥状况？哎，二十元的弓箭手，别混了！好，死守，在他们抢滩之前就可以杀掉一半了。注意啦，弓箭手专打这种。哦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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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啊，射这么准啊，不可能啊！哇塞嘞，
这么一大坨。哇，兵分2999条路哎。看我的剑女，哇，差点死的呢，怪怪的，怪怪的难打。红蓝情缘30个月，还有重装军备，这个好像是被打不会退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有16块哦，我刚刚应该先升级了，技能可以多用一次。嗯，那你转弓箭手吧。我们就一直放箭，啊，前往下一区。我看一下，来去达克洛克好了。枪兵就可以来回冲锋哦，哦，听起来那是很炫的。3个人应该就 OK 了吧？真的不行的话就退守高地。哎，巨人来了！竟然是巨人哦！离巨人远一点好了，巨人有点危险。开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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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桶！漂亮，巨人 out。要怎么守、啊？哎、欸，他们是要冲这个山洞出来、欸。哦，来啊，你倒是走啊！啊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再一只巨人，左边这条路是不是不能走的？哎呦，直接把巨人射死、欸！碎啦，弓箭手！捅他！出！来2坨巨人！阵地级啊打！我试过 VM 吗？那是什么？虚拟装置啊！嗯，摩根岛，来去这个摩根岛好了。来，奥斯卡，你也升级枪兵吧。没有枪兵的话，不太好杀巨人。下来防守，感谢董内。另外一边是不是也有路可以走？哇，
哇，这个准度！巨人也兵分二路了。出！救一下！没打，哦，这个要下来，还要这样过山洞才可以过来耶。很多人，但也完全不是我的对手啊！骑射！完全血虐！来这边，可以准备冲锋嘞！哎，奥斯卡怎么不会冲锋啊？好，骑射给他吹嘞！漂亮，这一战打的是真的漂亮。这边有巨人，这边是一大堆弓箭手。为什么骑射冷却这么久啊？而且骑射为什么不能多放一次啊？不是说可以多放一次吗？哎，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快跑啊！怪怪的！骑射！啥状况啊？刚刚不是跑掉了吗？为什么指挥官死了？维达没了。上面那个沃兰有道具可以拿，哎，盖尔都格也有。我看一下，先学一个。战斗能力更加的强悍了，准备升级毛兵好了，弓箭手都升满了。哦，步兵少一组了啦。这两个是什么兵啊？这个胡子是什么兵啊？他们在懂。胡子应该是，弓箭手吗？这好像是弓箭手吧，还是一般都用杂语哦？原来是一般的杂语，那就不用害怕啦，随便手。如果他们在跟我的步兵缠斗的时候，好像枪兵是不能出手的。哇！人来这么多。这一艘船也太大了吧！随便射哎！棺材上来了，直接弓箭手这样摆正，他们也是受不了哎。哦！弓箭手直接把白胡子射下去嘞，爽啊！
安上岸。白胡子真能打，疗伤一下好了。看能不能用奇兽直接把后面那一区给秒了。阵地级，成功突刺。哇，步兵也被巨人扛得太严重了，完全都打不了哎、欸。没有那个跳跃攻击不够灵活。我看一下，奥斯卡升级，经验丰富的长矛可以挡住敌军所有的冲锋，狂暴哦。这一区。敌人怎么什么都有啊？敌人是什么都有哎、欸！嗯，还是回去把钱给赚了吧。好啊，这座岛赚钱吧，赚钱。马云有说过啊，有钱赚就不要浪费了。来，死守。我就看谁能越过我的弓箭手阵。谢谢 Skoho 122，放箭，守城就是如此的简单。撒箭雨，漫天箭雨，漫天箭雨好强哦。NTUU 31个月。下塔，下塔，我觉得能守。这应该是能守。也积分放火师45个月。来，再射准一点，再射准一点。来骑射，也 BB 35个月，骑射真的是神招。哎，可以骑射到地图的所有位置哎，骑射。白胡子来了，这款哦，这款不难了。好，我这一次就直接过了吧。四只白胡子，但应该在我的漫天箭雨之下，也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。咚咚，六元，技能是看 CD 的吧？我看他都可以放不止一次啊，转好就能放。然后西亚学一下跳跃攻击好了。沃兰有道具可以拿哎、欸，沃兰的道具这不拿好像是亏了。看一下沃兰长怎样。嗯，也中取37个月，对吧、啊？这一定拿吧。其实是可以四个一起上的。嗯，四个都上了，四个都上了。上两个弓箭手卡实在。嗨，嗨。这座岛看起来很怪、欸，
下面这一块长得很奇怪，哎。不小心把枪兵放到山上去了。我的兵当跑过去的时候，会不会破坏自己的阵型？完全血虐，感觉不会啊，自己人欸。盾兵要上岸，在混的，怎么可能？我这边精兵哎，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在混的。看一下，我，这么多。如果像这样子，我的盾兵在打架，我的枪兵如果在隔壁一格，好像也是不会帮忙捅的。什么？哦，好，死守。哎呦，太猛了！弓箭手平面作战也是鬼、欸。死守鬼岛，这敌人是完完全全的 hold 不住。直接平射屌打。哇，打不下去。蹦地多啊！还没放出来。咚咚咚，八元。天之痕明天玩了、啊。好多艘船哦，全部都一个地方哎、欸，地雷，地雷这个东西，只能说是有点难用。要不你装一个？我是觉得这东西没有很好用的。桑迪，哦，死守死守。我看一下，地雷竟然有两颗哎。这关就这样子就好了吧。谁上得来啊？怎么看这一关有什么敌人啊？我看不到，应该只有这一种吧。哇，从这边还可以射到这边，那也是假装开射而已。好了啦，快上来啦！打仗还有在后退的。地雷其实是不会炸到自己人的，我上次有试过，我在梦里有试过，炸自己人无伤。地雷也是会看人的，会认主人的啦。哇哇哇，大船呢、欸？兄弟，这艘船是真的大。骑射解决，骑射不了，骑射，耶！但我觉得他们也是上不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窄口真的太窄了。
哎、欸，长板坡哎、欸，绝对上不来了。当年张飞那也是这一招、啊，看一下，战斗能力更为强化的步兵单位。先把枪兵升级好了。富兰克林，桑朵伊。哦，长这样哦，还可以吧？敌人是什么兵都有哎、欸，那我也来个什么都有。好，就让步兵在那边跑来跑去。哦，两个开口。右边是巨人哎、欸，好，这波去守巨人。哎，歼灭了！哇哇哇哇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冲锋！起手！其实他们好像会主动上来送，不过这座岛是真的有点难打。法拉是放在谁的身上啊？法拉也不在这。完啦，下面房子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。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死守，死守。楼下的居民，抱歉啦。这我也没办法的。还有一次骑射，这边的骑射也好，应该是可以留着守最后一波。我的弓箭手为什么数量是这样？破天一击！快、啊、射到他们了！好，来骑射！骑射，跳跃攻击啊！哈！哈！哦，少了三元，好强啊！这招，这招不知道能不能把巨人给震下去，战争的号角哎，感觉是传说装备。看起来应该是传说的、啊。从房屋呼叫及时增援，哦，可以呼叫增援哦。可以呼叫增援，给你用好了。这感觉很强。哇，叫一个增援也太猛了吧！每次使用多叫两个，叫招哎、欸。写非洲米十二个月。下一区。这个是盾兵加上基本兵吧，还是弓箭手加上基本兵啊？我看不太出来，看一下，盾加基本兵啊，那这关也是随便守吧。楼下的房子就尽量了啊，楼下的房子尽量，人手尽量守。哦，这边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
怎么溜啦？哎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！别这样啊，别这样啊！有那么一点尴尬。好，这边直接教训他们。好，直接都把他们推下去。哇，这敌人也太多了吧！溜了溜了溜了，地雷地雷！没有办法了，快跑啊！上山喽！哇，弓箭手要死翘翘了啦！弓箭手补一下，放放放放放！架好。嗯，上来啊，上来啊！就该锁在这里。七色，刺刺刺刺刺刺！长枪兵虽然少了一半，但是战力还是威猛。啊，三元。一关就拿三元，这里还有道具可以拿哎。格兰克林有新的角色，奥斯卡升级，奥斯卡已经成为最强枪兵了。我看一下，赏朵衣长这样，弓箭手、基本兵跟巨人。哼，还是全上吧啊，还是全上吧。马云有说过啊，千万不要省，全上我可以全守。这关不用死守高地啊，这关我下来捅他们都没有问题啊。后退一点，捅他们。防着，防着，防着，防着！哦，不要！哎呦，还剩一滴。这个树好像会挡到我。箭手麻烦射准一点，不然要出大事了。巨人来了，巨人来了，七色。Nice， 呼叫一下增援好了，呼叫增援，呜，哇哇哇，多两个哦，增援要先用哦。部队已满哦，会满的。巨人，
是四个巨人的。好，全部过来，死守，列阵。蹦地多，这远程看起来是不会减力的。哦，贤者之石哎，哎呀，贤者之石什么能力？装备是可以换的吗？你保护的岛屿将会有额外的钱。贤者之石会生钱呢。好，多五块好了，每座岛屿多收入一块。来，先投资贤者之石。守一关赚两块。这里会有新的敌人呢。大地图。两面。哎，只有一面呢，应该是还行吧。很快就回本了吧。直毛兵嘛，我也不怕这个啊。地雷先给他装起来，直接把他们炸死。好，装了绕跑 ，OK 吧，直接炸死。不过船上来的话，好像会先炸，是不是？啊 ，bang！ 时代变了。我来装在这个山洞这里好了。现代战争，再送他一颗。来上岸，引爆！哇，没有全灭。哦，丢长矛了！好，一般的盾兵来了，帮忙分担一下，那就减少一点敌人。平射。溜喽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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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快一点！跑快一点！这个站过来一点好了，看能不能帮忙吃几个长矛。其实被射一射还是会晕的嘞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对面想要近战了，这样他就不会想丢毛了。嘿，下去。三元，一关三元哦，这种好，这种图案的就是这种大盾兵。OK， 我记住了。好啊，这关就是什么都有哎。这么硬哦！也好耶，六个月砍毒，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，那也只能死守上面了。贤者之石。感觉放另外一只有地雷的好像比较好，奥斯卡吧。哎，贤者之石吧，多两块哎。哎，都先上来，都先上来。上来的路只有一条啦，还算 OK 啦。
我看是死守大本营比较实在。我楼下的房子应该是可以帮忙争取时间的，就是。长跑成功！回来吧，长枪兵。争取时间都是假的。活着才是真的，跳跃攻击！回家。打稳啊，打稳！我这个人是绝不冲动，钱不重要啊，钱够用就好啊。我有贤者之石，哪会缺钱？哦，被偷袭了。捅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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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下山别下山，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好像有点怪怪的。这个一哈为什么会把自己人给震下去了？嗯，有内鬼。很怪很怪很怪，战争号角，哎，真的很怪嘞，真的很怪嘞。完啦，出事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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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这波怎么回事？啊！怎么可能会这样？剩下奥斯卡，嗯，没道理啊，无法继续了，为什么？我没有办法继续嘞，奥斯卡必须得上。哦，为什么阵地级？为什么阵自己人呢？什么状况啊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我应该可以抢一艘船然后逃跑吧，抢了船然后逃跑。巨人族把船交出来，船不够大、啊，可以了，撤退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道具技能都会伤到自己，有吗？我看那个剑女都不会打到自己，剑女冲锋越级好像都不会打到自己。好，
奥斯卡成功撤离。好啊，又可以继续前进了。很多的盾，过。我奥斯卡装备还是挺好的、啊，说不定 OK 吗？难道守得住？没有，不好说。奥斯卡是20块钱的终极枪兵哦，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会后退的枪兵。没有弓箭手，这关没有弓箭手，看到没有？面对巨人族，也没有在害怕。架枪。这真的是光荣，超级猛，威力超级猛。撤退！只要让我来到一关没有这个盾兵的，我就可以吊打。你别得意，我只是暂时撤退。慢慢前进，等去科尔那边。可以，这关可以，这关可以守，然后再去科尔再捞个人，然后我们再走这个富格罗伊。好啊，我就看这关你们怎么上来。附属死守，应该是放着就守住了，也是守在下面的山洞也可以。有了嘛，这不就让我遇到了。我就这样放着啊，看谁上得来。来啊来啊，上来啊上来啊。顺便把那只宰了。加油！先别拆房子啊，你们！不要啊！那也没办法。我是绝对不动啊！那是必要的牺牲。你是四个巨人，那也还可以吧。我觉得一次来40个巨人，好像都捅得死。早就叫你们搬到山上了，硬要住在山下，我救不了啊。哎呦，他们还屯兵一起上嘞，来啊！哈，一起来啊！噔噔噔噔，重启关卡。那是简单难度才有重启关卡。那是阿嬷在玩的。人死就是不能复生哦。哦，这一关。有那种直毛兵嘞，再多一颗地嘞，冲锋学起来啊！好，科尔，我们来了。长怎样？长得那是有一点复杂。我们是两队长枪兵。
这边也有一个路口哎。还是守得住啦、啊。大家，这边也是一区，先架好。什么兵？好，都是这种盾兵，轻松的，就刺刺刺刺刺刺就下去了。也不能退了，绝对不退。这样我就可以再多一队枪兵。巨人来了，上来上来！只是这样地雷一直没有时间可以去埋、欸。哇哇哇！巨人想挥刀，完全血虐，点变多了 ，switch 一下，大烧的来了。巨人都是从这边上岸的、欸，哇！这样真的要怎么埋地雷啊？最后一波了，哦，大盾兵来了。对，埋一颗，跑过来这边。好，这边也埋一颗 ，OK， 溜了。Nice 啊，开炸！在这个窄口直接卡死他们。左边的好像根本就没炸到，是不是？好了啦，剩你一个了啦，赶快赶快！哈哈，不要闹了啦！上来送，上来送，哎、欸，下去！咚咚！战争不是一个人就能打的，这个人技术高超哎、欸。技术高超是怎样能力啊？哦，技能半价，好啊，先升技能喽！哇，有新的兵哎、欸，应该是双刀兵要来了吧？两边都有弓箭手哎、欸，这只能抢船然后绕跑了，走下面吧，抢船然后绕跑。Oh my god， 是真的大！能救得到我就尽量救嘛。啊，如果救不了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好，长矛冲锋！上船，上船，上船，上船！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！快溜，快溜！刚好两艘船。技能还留给巨人，有弓箭手看到就先溜了。看到弓箭手，两队枪兵怎么打？有啊，新的兵出来了，双刀侠，双刀胡子。
这种帽子的就是双刀胡子兵。双刀胡子兵好像能力是破阵吧？但我们两队躲在……哎呦，这个岛位置好啊，应该是可以守。看一下，这种窄口应该都可以打吧？可以，还可以穿过去。很多窄口哎、欸。来架好，冲啊！冲锋！双刀侠来了，有冲锋用冲锋啊！热烈欢迎！跳进来破阵了，死好多、哦！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埋在这边吧？不行的话，就要准备那个了。好像不行嘞，好像不行嘞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打那里头各自飞啊！这已经最后一波嘞，其实把他们冲死好像就过了。哇，双刀侠怎么会吃地雷还不死啊？这一关是盾兵加上那个会丢的压倒。好啊好啊，这关我无敌，最后可以退守到这个地方。哎、欸、这个地方也太强了吧。哦，是双刀侠、哦，因为破阵的双刀侠这有点太强。哇，这边的枪兵这样就少一半嘞！哭啊，补一下补一下。一级的枪兵被三只跳直接剩一半哦。欢迎光临！好，地雷可以先埋了，假枪，跳啊就跳啊！怎么办呢？剩一半了。好，先争取时间。他们快好了，他们快好了！长矛冲锋！可以再来一次，换边。最后一拖了，这个冲锋效果拔群，长矛冲锋，又守住一座岛喽！哇，再升级长矛冲锋了，
好用，冲锋好用。我觉得直接把冰升级好像更实在，20元的跟这个6元的差好多。好，可以来这边救一个人，我来救救看呢、啊，多一队还是差蛮多的。哦，多一队弓箭手。多一堆一级弓箭手，这个是高级的弓箭手吗？可是没有骑射。哇塞嘞！敌人开场来的这个双刀侠数量是不是有点浮夸？地雷最好是先买好。谁被杀光了、欸？哇，弓箭手是鬼、欸，结果只炸了一只啊！哇，好大的船！我们这边准备热烈欢迎，一大批的旅客来了。好，一大批的旅客走了，再见。架好。那种没有盾的就没有盾的就很好杀。哇，快跑快跑快跑！有弓箭手。箭手要出事啦！长矛冲锋呀！好 ，nice。地雷已经没有了。Oh my god！ 这么多！应该是捅不完。捅是捅死了。哇塞，两边都巨人哦。好啦，只能先清一边的巨人的啦。啊，上山好了，上山好了，上高地了，上高地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高地很稳。哎，楼下的房子只能放了。啊，他怎么被哦？哎，我没想到他可以从那边打到。啊！我的半甲的强兵啊！好啊，又变回两队喽。嗯，骑射。嗯。格雷塞姆。感觉应该可以去莫兰，然后之后去格雷塞姆，去莫兰抢一艘船吧。比较强的枪兵难死、欸、比较强的枪兵我看大概只会被弓箭手射死了。
叭叭叭叭叭叭。哎，怎么有这种杂鱼兵？这随便守哎，说不定可以坚持一下再走。算了，还是赶快走吧。我那是上来把他们船都抢走。快撤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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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我觉得要清好像真的清得完啦。我觉得应该是守得住。虽然有双刀啊，但是双刀一下就射死了。好啦，格雷塞姆就一定要守了，还多一个朋友，这一关轻松了很多，弓箭手而已。好，这里有高文，这个岛是怎么上来的？嗯，为什么没找到上来的路？看一下，哦，路在这里哦。哎，路只有一条，是不是？哦，死守。先来了一批双刀侠，冲锋的话没有办法从这个山坡冲下去。不用那么着急了，这个山洞是不是也是能上来的啊？这个山洞也可以上来。这一对手山洞，这一对手这里。开桶，开桶，开桶。David Lo， 好，四年了，我懂你啊，感恩感恩。好啊，漂亮，全部捅死。我决定先埋地雷，再跑回来。好，补血。哇哇哇哇哇！这弓箭手的数量。砍死弓箭手，再躲回来。到底啥状况啊？我的弓箭手为什么被痛宰？哎，我的弓箭手被痛宰了。不是，敌人有问题，敌人有问题啊！长矛冲锋！哇塞，很危险啊！还好啊，还好长矛冲锋把他们解决的差不多了。
一只哦、喔，这是我的嘎仔啊！差点我的20块就喷了。扎稳脚步，高稳，苟住了，苟住了。他、啊、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冲锋啊，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会看不到下面。我看一下，高稳可以学跳跃攻击。好了，这个加减学一下好了。感觉地雷可以再强化一次、欸。这关是有弓箭手，现在的关卡弓箭手都超级多的。哎，刚刚盾兵竟然还打出弓箭手，好，上来的路有两条，左右各一条。下来把他们射死。冲啊！双刀侠。太早了，好像不需要。怎么办啊？左右开弓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， 两边都是敌人啊！什么情况啊？骑射是射到房子了，是不是？这边有跳跃攻击，先架好。等等，那边有双刀侠，好的 ，nice。一大群的双刀士兵来了，看看，在这边埋地雷，跑上来，躲一下。啊，冲啊！大开杀戒！好，滚回去疗伤。完蛋啦、啊！苍毛冲锋！不要啊！我的啊！呜，还好还好，差点出事，差点出事。先上船，先上船，先上船再说。呜呼，三元。默默的打团逃走了。对，有点恐怖啊，那没办法了。看人家这边是巨人加弓箭手，感觉应该是打下面的。格恩霍姆会比较好一点哦，只有两种，哎、欸，看起来比较好打。Oh my god， 倒长这样哦！啊，应该可以吧？这个
胞弟看起来很奇怪，如果左右都来的话，我又 hold 不住。好，放箭。哇，他从那边一直偷射到我的人啊，还想跑啊？双刀侠要来咯，先埋炸弹。上去好了。嗯，疗伤一下。老婆。来一个跳跃攻击！呀！弓箭手还行啊，弓箭手要清很多怪啊，很忙的。我只能说弓箭手是真的忙哦。我骑射射不到那边呢，冲啊！哇塞嘞，两边都来了啦！要准备骑射喽！快溜啊！三月级冷却了！啊！跳斩为什么不会冷却好？啊！损失个剑士。好，我们只能一路开到麦坎斯了。抢烧船就开到麦坎斯了。没有，好像会 CD 哎、欸、啊！他 CD， 他好像是有次数的、欸。吸地完之后次数不够也是放不了。哎，欧文凉了。哦，这个岛还可以耶。高地。哇，直接来两坨弓箭手。哎呦，不是两坨弓箭手了，是200坨弓箭手了。射啦，不射啦！捅他，捅他，捅他！成功！搭船逃生！搭船逃生！呼！溜溜！再杀几个！哎、欸，新的哎、欸，哇，这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。哇，逃离逃离，高歌离席。那什么、啊，巨人弓箭手哦。哦，是这。
这种有天线的符号的新兵。好啊，又有哎、欸。嗯，没有盾兵怎么打巨人弓箭手？哇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到麦坎斯哎、欸。只能开炸啦，没事，两颗炸弹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哦，大船来了，大船来了，这一招够大，然后可以走一个。好，我搭这招，你搭那招。那就先溜了，那我也要溜了。准备炸一下就没事。嗯，船都给我吧。你们就好好的待在这个岛上啊，不要再出来害人。而且信长重置团队，好、啊，麦坎斯再救一个人 ，OK 吧？这关必须要守了，希望是盾兵啊。好啊，高德温，满级盾兵，漂亮，满级盾兵哎、欸。哎，要是高文还在就好了。怎么办啊？巨人弓箭手来了！哇哇哇哇哇！啊！还好射不穿我这个。哇、哦！感谢信长重置小队送的订阅。那是啥鬼？那东西到底是啥鬼？高高级的盾兵单挑巨人会发生什么事？还是被打成白痴哎、欸！开桶，开桶，开桶！高级的盾兵真的很强哎、欸，他们的盾太高级、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真的太狂暴了，这个真的太狂暴了。你们这样玩，我真的没啥办法、啊。哇！高级盾兵死啦！不够大。齐射！不能太靠近海边哎、欸，最后一波了吧？一大堆的弓箭手，跟一大堆的弓箭手。看到一艘好大的船，冲锋！好，撤离，撤撤撤，撤退，撤退，撤退！
的量已经来到一个不可思议了。还好有走啊，这个量是有点凶猛，盾兵是走不了的。哎，要来到沃伦背水一战嘞！好啊，我们终于要来到最后一站了。斯巴卡，我这个人数那真的是背水一战了。看一下，这个只有一边可以下来，是不是？好，只有一个山坡的。巨人族的船先抢，巨人族的船很大哦。好，另外一边拿起来。那个跑出来又要把我吓死了，那个巨人弓箭手啥状况？缺一艘大船啊。这个大小上不了船啊，缺一艘哦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大船来了，大船来了，大船入港。咱们走，呜呼，溜了溜了。漂亮。哎，逃离逃离，留人不留岛。来到了，哦，敌人怎么变这样？作者以为全部都上会比较强，是不是？好啊，你就每一种都上啊，我没差。其实我发现一件事，应该是只要上一个指挥官就够了。我觉得只要一个指挥官的话，那船还比较好拿一点。好，开场先来了个巨人，一大批的巨人，是来了一大批的巨人。不会吧，从哪里可以射到这里啊？啊，快找掩体！长矛冲锋！快点快点，大船绕跑，希望能走啊！完啦，要在海上被射死啦！哇！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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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20块钱，够硬啊！巴斯卡，船从那边来。开局那就是一大堆的双刀斩。可以吧，上船，溜了，再见了各位。再减少他们一些人，你各位再见了。
越土逃离。呼，终于要来到最后一座岛了。沃伦。啊哦，那是什么都有。背水一战，最后一关。长这样啊，这一关还能退的吗？他都写背水一战了。无船可用。哎呦！哇！其实还好，好像都是杂鱼。守鬼岛，我溜啦！带我走！啊！快走啊！我大艘的船比较舒服啊！喂，背水一战被我逃离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还是得打，是不是？不把他打死，没办法过关哦。还要再打，哎，敌人会不会变少啊？这样敌人变少了吗？我觉得应该可以这样子慢慢消耗敌人的兵力吧。好像没有，敌人好像没有变少，完蛋啦！五子倒是没了。好啦，这看来真的要背水一战了。拼了啦，拼了啦！长矛冲锋！没有盾兵，没有盾兵，那是有点玩不了。好，好。留了！奥斯卡倒了！那怎样？法洛斯？奥斯卡也死了。全都是梦一场，啊，梦一场。哎，完成了97%，哎，差一点点我就过关喽。哎，可惜啊。哎，玩一下另外一个。哇，刚刚就只差一丢丢，我就要过了。